喂哈喽大家，你要回来了。上一部视频没有讲这个开头，别人都以为不是我录的，但是我只能说这个声音仅此一家，只有瓦岛。你看我已经拉了两波野了，只有我这里才有这个声音。我觉得我以前打多的时候，我发现我一讲话，哎，这不是牛蛙吗？哎，这不是牛蛙吗？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就听出来了吗？因为我声音变数还比较高的。好的，那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第一视角，这是一场 VSA 局吧。其实最近我很伤心，本来不怎么想更新视频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上次也说了，我在看琅琊榜，我就说这一句话，然后就被人说了，挖倒，一看就是单身狗。然后为什么呢？这个时候才看琅琊榜，我看得完，我有错吗？好的，那我们这边呢是跟一个猴子对线，一个白牛加那个史奇啊，那只能说还行。这盘是一个顶级对黑局的一个竞技场，但是哦是内战，这是内战对黑局啊。对面是 Top Ten， 那我们这边的话是那个9000主播吧，反正都是一群，对面也是主播加 Top Ten 吧，反正也挺屌的。然后这边的话正哑巴盾，这样的话杀他也不好杀，没有办法。那感谢我的赞助商银千惠对本视频大力支持，大家买银饰品的话，请选择银千惠，女友生日啊，老妈生日啊，是吧？送以表心意，报我名字的话就送银耳钉，然后下单即送方向玫瑰。买银饰品请选择银千惠。好的，别的不多说，这一盘很精彩。也精彩不精彩怎么说呢？因为 VSA 这个英雄大家也知道，我之前的话直接变了一个鸟，拉了三波野，反正开局的话也还在拉着。为什么呢？因为给中单打，像他们哑巴盾加白牛是打不了的。而且酱油拉野的话请注意啊，一定要拉的比较多一点，正好适合比如说边路大哥或者中路的打。我这边直接想去杀这个维萨，杀这个史奇了。这边直接一发 C 逮过去，猴子没有 T， 猴子如果这个时候有两个 T 的话，应该能杀死了。这个时候魔量不够，不太够，我把我的补给给他吧。当时因为这维萨这个英雄的话，怎么说呢，是一个多超型英雄吧，所以比较偏冷门，很多人那个不怎么喜欢这个英雄，因为操作不过来。这英雄其实很屌，为什么呢？单体爆发高，有那个 C， 一发 C 打过去很疼，然后有对对方的大哥的一个总限制，因为一技能那个一放的话，对面大哥的一个攻速移速全部降下来了。而且这英雄比较肉，三技能的话是一个肉技能，反正是一个抵消伤害，反正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技能。然后大招不用说了，控制力非常强，有输出有控制，反正是一个杀人必备居家良药，很牛逼，很给力，很带感。这样的话上路跟猴子发育的话也是没有什么办法去杀了他们吧，没有办法杀了他们目前。因为毕竟这个哑巴盾这怎么说呢，就是有点偏向太极，他是打得比较柔，以柔克刚。碰到这种以柔克刚型的，你不能跟他硬刚硬，你如果跟他硬刚硬的话，我只能说很容易折断，很容易夭折。这时候我们带个 TP 打打资源啊，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线上的话也就等级混一下，有空压制一下吧，也就这样子。中路的话龙骑配白牛杀的有点疯啊，那个蓝猫是Nada的人多。这边是我阿乖，城市青年是一个，也是一个主播叫 SYY 啊。对面什么小飞啊，什么小宝啊，小凯啊，都是小凯是主播，其他两个是 TopTime， 反正都挺屌的。对，这场的话是比较质量的，因为在这种局的话，我大部分是打辅助的，是我打辅助的，然后偶尔会打一些自己比较招牌的，像谜团啊、熊猫啊之类的一些英雄。不然的话可能因为毕竟是吧，我这个人类型就是 PA 减速减到好像杀不掉，等到时跟那个海明一起滚，然后再一杀好了。跟海明一起滚，强杀，这个时候没视野的，直接滚滚进去。好了，一个 TT 过去，一个倒是往前走，可以，一个 CC 过去带走，直接带走。
这样的话我是有钱出鞋子了，但是作为一个辅助，作为一个专业的辅助，我会只买鞋子吗？这肯定不可能的。这个时候我看到这边有幻象符，那我施展多年陈明杰的绝技，就是双拉野，这是辅助要做的，就是我同时从51秒左右 A 过去，这边 EA 那边 EA， 然后再同时拉走，这样的话可以同时拉出一共2+2是四波大野。我掐他打那个猴子，但是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你打我实在真是疼死了，但是确实死了。妈的，这白牛毒球加骨灰我还是比较脆啊，我这些应该直接 TP 的，因为他冲过猴子了，毕竟我还比较单纯，只知道救大哥，不知道如何自保。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不是一个自私的男人，是不是？一个人能打好辅助或者经常打辅助，说明这个人别的不都说品性比较好，别的不是说品性比较好，愿意去辅助，品性。其实罗塔就跟人品一样，不管是你说赌打牌看人品，我觉得罗塔这个游戏也是看人品的一个游戏。我这时候带了个 TP， 带了个雾，带了个眼。这时候蓝猫也去逛一下的话，应该我能打不少钱的。我这时候中路先站一下，因为我帮他拉大野，他去打大野，是吧？中路插个信眼，对面哎，像这种中路其实说实在的，其实很危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面有个白牛嘛，白牛冲到的话，基本是可以强杀的。但是如果躲到太塔下的话，他也不敢。所以这样的话，你走位一定要注意点，走位一定要注意点。白牛如果打个比方，龙骑这个时候变身，那你赶紧往后退。你看我的血量。控制的非常专业，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觉得白牛冲过来有杀我的能力，我比较怕，我感觉打不过，所以我中路先早点混个六，因为 V 杀技到六的话，这个小死玲珑啊，就是大招对着白牛还是比较克制的。因为白牛的技能的话，冲过来的话，我可以踩一下控一下，或者他用大的时候，我也可以踩一下控一下，两连踩，再来两发 C， 是吧？也是不错的输出。下路这边放个眼吧，上路直接过去想杀哑巴顿。那我这下路的话，哎，隐身斧，我看一下下路有没有机会啊。吃个隐身斧，哎，中路龙骑 TP 上路支援了。这一波的话，他们虽然杀了，但是白牛已经冲过来了。哎，猴子踢走了一下，很关键。我这时候因为没有 TP， 所以我支援不了上面。支援不了上面，只能中路先来补一下发育，补一下发育。这个时候不是我怂，是我知道该补的时候还是要补。哎，蓝猫起来了，很关键啊，很不错。蓝猫之前的话，毕竟前期中路被那个对面这样游了，是吧？那大蓝猫还是比较招牌的，他学蓝猫不要学我，一定要学他。因为我的蓝猫你们懂的，不过我的蓝猫比较适合你们，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蓝猫跟你们水平比较接近，是吧？差不多。这个时候上路要打起来的话，我过去看一下了。我因为已经到了六级了，所以这个时候是可以参团了，但是我这边的话没有鞋子，所以走路比较慢，这也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弊端啊，这也是辅助一个弊端，搞半天没鞋子，是吧？这也没有办法，谁叫人家是辅助，要先买眼，再买鸟，再买眼。好了，首先要买只鸡。这样的话，上路风行再上路，我这边先拿一个鞋子，然后再找机会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说太主动什么，他因为毕竟对面有个白牛可以冲过来，他们有时候会选择主动，所以还是要找机会吧，找机会。我 TP 还是要带的，因为这个时候的话，如果跟你这条线对不上号，那即使 TP 也是一种选择吧，可以支援一下那个队友。下路哎，杀剑圣，很浪嘛！对面很多人都在下路河道这里，上路的话就一个哑巴顿。那这样的话，我可以感觉跟风行开步。找机会去干一下，因为你不开悟做点事情的话，到时辅助就挂机好像就有点头疼了。那你们看什么，对不对？打辅助挂机这就不对了，
辅助一个视野，一个找机会开悟。哎，这波中路有机会可以直接杀掉这个小歪，直接杀掉小歪，直接一发 C 带走他。这时候你要往前走，一个踩，再来接一个踩，再来一发 C，nice 带走他。哎，这时候白牛来了，算了，我就不追了，因为我有点远。但队友还是要上，队友上，队友上了算了，他们应该能杀死。哎，上，可以了，可以可以。这一波的话，反扑比较重要。所以这波雾还是比较好的开的，是吧？别的不是说开波雾，正好对面想推中，那我们横插一脚，这个时候打个秘法，你就有很多魔去甩 C 了。史金龙这个英雄的话还是比较缺蓝的吧，还是比较缺蓝的，正好是个巨魔，多踩踩。反正编队的话一般是操作，我觉得 DOTA 发展到现在应该大家不是学操作吧，我觉得很多东西是要自己去悟了，自己去悟了。那我先赶紧去往上一走，然后去野外商店买一下。这边的话是我之前拉的野，拉了好几波吧，是吧？都是肥肉啊！我拉的野，你们吃肉不带我，只留一口汤给我喝。哎呦，这帮人，所以说有时候辅助苦，辅助累，辅助还需交学费啊！什么是学费？这就是学费。我在后面等着，但是我鸟在这里的话，白牛不是不怎么喜欢冲我，不怎么敢冲我，不是不怎么喜欢冲我，是不怎么敢冲我。那时候用那个小鸟捕鸭刀，但是好像缘分不是特别好，缘分不是特别好的话，要多走走啊，才能碰到有缘人啊。中国再过几年，将有几千万的单身男性。但是男性，那我现在这边比较猥琐，真不敢出去，因为他是有配合队友是有杀我的能力的，而且我这边正好可以用小鸟补刀，我又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开心的一笔？开心的一笔。哎，缘分不太好。这样的话，队友好像他们的节奏是比较飘的，而我的节奏是比较死的，所以我这时候往下踢了，我去找机会了。往下踢了，哎，鸟，哎，直接炸鸟，直接炸鸟，但是这个鸟说鸟没有编队，比较急，我直接先一发 C 带走那个白牛，这时候先赶紧变鸟，踩，之前的话直接 A 死 ，nice， 这一波的话虽然没有及时变鸟，但是我鸟抓的比较及时的，可以买个秘法血的，比较安全了，因为我也说了，这个英雄毕竟不是一个节奏英雄，也是一个对面打起来或者队友打起来过去锦上添花的一个英雄，一发 C， 谢谢谢。我是人头狗，一发是一那个一 C 就带走。史金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人头狗啊，这英雄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人头狗，也比较是吧？一发 C 伤害主要是高，然后配合这个鸟的话，这个那个猴子是大熊啊，熊神，所以我们这种也比较强大的是吧？拿打中单，熊神和小乖打个四号位，我打个五号位，这个时候买个宝石，这个宝石我只能说出得很到位。这时候为什么出得很到位？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他们不敢跟我们接团，就接团他们可能比较难，因为发现一个问题，就他们剑圣加亚伯顿加那个谁，我加海那个、白牛。实际的威力没那么大，因为他们一个不像是阵，一个像是阵地，因为小歪嘛，一个又不像是阵地，因为白牛，所以他们这个东西打起来的话，那我这边宝石的话，视野可能先把它排掉，再找机会好抓。所以这个视野还是比较关键。宝石带起的话，可以白扮演，早点把宝石钱给打下来，这样的话做事对视野而言的话，我是比较赚的。下路的话，怎么追这么久啊？哎，讲。所以我说挖岛能不能不讲道理，行，不讲道理，能动手的千万别逼逼，这句话也是不错的。下路因为也被我排掉了，我在这里走路还比较安全的，对面白牛不可能直接冲我，因为视野被我反了，视野被我反了。然后之前不是开了一家衣服店吗，然后大家也看到了是吧，衣服店，这家店的话是我跟那个好朋友一起开的吧，是那个我朋友在那个奥特莱斯带了很多年，反正有自己拿货的一个渠道吧，
可以拿到很多国内一线品牌的一个专柜下架的货品，品牌不错的，然后好多，然后基本是可以一到两折拿到那个下架货，所以品牌性价比啊是非常高的，是非常高的。大家有兴趣买那个，因为毕竟秋冬了嘛，秋冬了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那个衣服店这边看一下的，是吧？衣服店地址的话是 DOTA 1618点那个 DOTA 1618点淘宝点 com， 这个地址也比较好记 ，DOTA 1618。买衣服找挖岛，买茶叶也找挖岛，是吧？最近买茶叶的话，就送那个正山小种啊，也是不错的。反正茶叶的话比较适合健康生活嘛。这是我 TP 下路，我要守。但上面的话有两只鸟的话，只能废弃了。但是我队友又不肯来，这样我很纠结，来还是不来？打还是不打？因为这个不是我说了算的。哎，冲过来了，我直接一个减速减过去，然后再往前冲。这时候他们要打，哎呦，这有点头疼啊！这波根本……哎，我这边捆了一下，一个 FC 带过去，剑圣打了半血。但是这一波的话，说是对面强冲过来，主要是队友没打，我就直接先往后退了，就没有那么多操作了，就直接往后退了。因为你不退的话，很可能被对面冲死。对面冲力很强的，白牛加龙骑。加剑圣，如果太在后面浪的话，分分钟把你撂倒，分分钟把你撂倒，根本不给你一点机会，根本不给你一点机会。刚刚我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太过分了。这样的话，蓝帽这波没来，那我现在死灵龙只有一只龙了，也做不了什么大事。我感觉这个哑巴人好像还是比较跳的，还是比较跳的。现在下河道这边靠过去吧。上路的话，我队友猴子在发育，蓝猫在发育，刚刚我们下路三个人在，我们下路只要视野这边做好点，然后一路逛过去，然后有视野的点多走走多看看，对面有可能在哪里放眼我们要知道。所以这时候我正好有个那个小龙的一个高空视野嘛，所以说外面走起来的话也比较方便，所以微笑姐带个宝石也没有什么问题。下路这一块的话已经没有视野了，做辅助打辅助这个英雄啊，我跟你们讲啊，视野是很关键的一点。辅助打得好不好，视野这是一门学问，这是一门学问。而打团的时候你能存活得更久点，有的时候比如说打团你存活久了，输出给上了，最后你死了，我跟你讲这波团你肯定赢。因为辅助也是一个吃技能的一个点啊，你不吃技能你怎么打？哎，这个时候剑圣，哎，没操作嘛，我直接被白牛冲了，这个时候能救我一下吗？可以，我先一发射把白牛先打一下，这时候白牛给加了一个那个，这时候我死灵龙在坐地坐上去了，我在等待，直接，哎呦给不过去，哎一发射带走，哎带不走，那个伤害没打到，但是这时候给他一个减速，他走不动，他打我的鸟，我再给他一发射。再给一下那个冲，我没冲，这边还没坐地，我再找机会，再给他一发 C， 这边的话看能不能结束了，这一波很关键，哎，这个捆非常亮，一直坐下去，再一发 C， 哎，打满，一个踩直接 A 死，最后再来一发 C， 可以，这波团战我只能说很亮，这波团战打得不错，非常有点爽，有对面。刚开始冲我的，发现打不死我，然后我在后面机智的走位，他打我队友，我一发 C， 你要来一发吗？这样的话我差不多了，可以回家补一下吧。说实在的，这个时候不好弄。哎，我正好有死，我有宝石，剑圣引刀没用，这个剑圣。我觉得出装有问题，这个请出主是燕青，要不要是奥斯汀？好像是燕青。他那个宝石术，他那个引刀有问题，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直接出宝石了，那他可能当时1400已经买了，收不住手了。人最怕就是出手了收不住手，然后我就宝引刀一做，咦，没用。而且刚刚第一波的话是可以直接去杀剑圣的，队友可能没沟通好吧？因为我是直接看到剑圣过来了。队友这个时候奉行，比如说给个绑，那可能就杀了，还是杀了，但是可能过程没那么好，这个英雄也比较冷门了，
主要一个还是视野控制，这一点我打辅助一定要多讲。像上次拉比克，很多人看不见我的好，我跟你讲，有的时候辅助打得好不好，要玩辅玩大克的人他才知道辅助打得好不好，是吧？像我这盘便秘的很多眼基本被我反掉了，而且打出输出打出控制也吃了伤害，做到位了，做得非常到位。因为有的时候的话，像这种局啊，这种对黑局啊，你一个太酱油的话，很容易就成为全场就看不到你了，可能很可能被对面针对的像马一样，很可怜。这时候用鸟去看一下有没有打肉山，因为对面是有打盾能力的，毕竟剑神是有引刀，或者他们开波物进去，那我们也看不到。所以这时候拿鸟去看一下也是比较可以的，因为地图没人的话，要么打盾，要么刷野，要么就开无抓人，就是三点。现在我们证实了一点，没有打盾，那可能在我们野区。哎，刷野哦，对，说的没有错，我一度质疑我开悟三点作用，是吧？人消是三点，哎，他们上路，那说明他们已经开了步，他们应该是开了步进了一下我们的野，发现哎没抓到人，哎放了个眼，这时候这眼被我排了。这些眼，我带个宝石的话，我一般很容易成为对面集火的一个焦点呢、啊。但是我说实在的，如果您如果对面集火我的话，那我只能说他们要血崩，因为史蒂勇这英雄本身还是比较偏没那么好打死的，而打他的话队友是很好发挥的。而这个眼的话是一个，哎呦，对面上路又队友上路又部署了，部署的话那就来、哎、蓝帽血晶石，猴子应该装备也不错，因为猴子前期的话发育也没被压制，这段时间一直在刷，而且熊神的打击速度大家应该懂，刷得快。这时候这里你看我上边一上面塔一塔下面这里做个眼，就知道他们大致的动向了，那我们的话就可以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哎，剑神这是引刀过来，剑神这是引刀过来了，可狙击可狙，但是海明可能会被抓，一定要小心，等我过来直接把他怼了。哎，他走了，那可能打了一波野。这时候的话我们知道对面的动向，对面不知道我们的动向，就是敌明我们暗，是不是？这就我们暂时抢进了一个先机，有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吗？地利我们是已经没问题了，是吧？抢进先机这很重要。这时候这一波的话我们可能准备要打了，就是找机会能不能比如说把这个棒子先打点掉，然后找机会冲一波，或者他们冲了我们打一波防守也行。因为对面这帮的话是一个哑巴人，哎，猴子一 TP 的话就是要打了，那这不就是要打了，这不就要打了，我们可追，因为可追这个帮弄了一下，但是这一波的话已经冲过去了，这是一波40冲过去了，那看这不怎么打。对面想要跑，猴子这边幻想过去打小歪，小歪这边给了一个套，直接滚过去，哎，这时候白酒直接冲我了，滚过去滚了他，我一个减速减到，这个时候一发 C 带过去，然后一个踩把白酒踩到了，这时候再来一发 C， 再来一发 C， 再来一发 C， 我操，直接被晕了，哎呦，被打死了。剑神叔叔打我，白牛冲我，龙血打我，但这波我只能说，他们被我们打了好多人。这个E的话非常，哎 ，nice。我就说了，他这是一波很，哎，我宝石呢？这是一波那个对面一波动我手的一个后果。我跟你们讲，蓝猫你不瞄，蓝喵哦不对，蓝猫你不瞄，这怎么拗口？蓝猫你不瞄，就是被人搞。蓝猫一起飞就是随便追，对吧？这什么蓝猫这一动，猴子一动，我就不太懂打一个死灵龙有什么卵用。因为毕竟死灵龙这英雄的话就 C 一下 C 一下嘛，带个宝石又咋的啊，哎又咋的啊，对不对？所以这一盘的话刚刚主要是队友如果有推的棒推我一下，或者海明的滚保护我一下也是不错的，但是我是一个孤独的男人，孤独的男人一直被对面几个人在怼得我喘不过气来，说不出话来，是不是？最近都没怎么时间看小说，一直在看狼牙吧，一直在看狼牙吧，
没什么时间看小说，然后我决定琅琊榜这部电视剧看完之后有空把琅琊榜这部小说也看一下，看看好不好看，据说是还原的比较逼真，但是像我是吧，虽然文化水平不太高，但是我是比较喜欢看书的，我从初中记得就开始看了，当时我记得作者是吴极，有部书叫错乱江湖，这是我接触的比较早的一部算小说吧，是吧，后来很多书都有看，所以说看书我是看了很久很久很久的。这边的话直接杀剑圣了，一个拉一个紫渊，一个滚滚到了，但是再来一个滚，他一个 D 一个 T。这波团的话，我们蓝猫杀剑圣没打，蓝剑圣出自引导也是有这个作用的吧？像蓝猫单杀他，他不知道我在，他不知道我在绑住，直接可以一个左再来一个左，这不直接杀死。这边的话也不能可追可追，这个我就说嘛，这个宝石很关键，对不对？再一发 C， 再一个减速，冲！电子竞技没有什么，没有后退。算了吧，对面已经后退了，那算了。本说电子竞技没有后退，对面已经后退了。这个宝石带的非常非常到位啊，一个视野，一个压制了剑圣的一个行动能力吧，他基本是废了。这个出装的剑圣碰到宝石弥撒局基本是废了，因为上不去，上去要么就被他风行绑，要么就被我那个玉，或者被队友一顿搂。所以说这盘如果你是玩那个。你是玩那个剑圣，你就非常尴尬，觉得自己咦，怎么就是感觉浑身无力，发不出力。当剑圣发不出力，我只能说你这个点保起来没有用，没有用。那这样的话，我们打个盾。我在想，这个 boss 被我喊被海明一个球，被我一个狙，这 boss 根本砍不下去了。我在想，我再做一下，他动手先，我再做一下，再来一个狙。还没有把它敲起来，我真直播是真可怜。这样，如果我们这一波如果给那个蓝猫拿个盾，那我只能说蓝猫要无敌，蓝猫要无敌。带盾蓝猫，我不知道对面怎么搞了。这样的话，往下再靠下去，推一波二塔吧，下路二塔。推了的话基本是有那个没肯，所以有时候打辅助也没办法，挺无奈的。这盘是我一个单辅助，单辅助的话是什么概念呢，就队友基本是没有什么给你支援的，就只有靠你自己生死抗胆，不服也要干，是吧，自己越过的炮咽了这个醋，咽了这个气都把它干掉。这样的话我是敌方也去视野再做一下，队友的话全部上路，那我也不能走啊，我也是 TP 家里然后再走出去吧。这波的话蓝猫盾直接被秒了，但猴子上去那个海明被拉，这个时候猴子还在后面。这一波的话感觉不到位，因为我不在，看到没有，我的作用性就是我不在的时候对面不好打，队友不好打。哎，这波我来了，但是你敢来，我一个减速，他一个解掉，但是这个能绑到吗？我先随便踩了一下，防止他们冲。这一波的话守住就行了，因为这波我们死了一个人，就少了一份先机，有人在的话，我们比如说杀一两个就可以直接去冲了，因为我们这边冲脸英雄都也是比较猛的，蓝猫加猴子，猴子出的是那个。闪失加风莲啊，是吧，这个野路子猴子这个绝对是野路子猴。一般是闪失加龙心或闪失加冰眼，他闪失加风莲可能是想乘胜追击，这套装备乘胜追击不错的，现在法球啊，那个闪失是一种已经是一个状态，是个效果了，不是法球了，德塔一像闪失跟很多东西都能叠了。这样的话我先打一波也差不多整一个没肯，这对团队局势来讲的话，虽然这个时候比较晚了，但是对局势还是比较有帮助的，是吧。
每次是吧胜利的时候你只看到 C 或者大哥或者中单那风光的一面，却没有看到辅助在背后默默无闻。这很多人真的没看到，我要为辅助证明，为辅助证明。有时候辅助也不能太肥，辅助太肥的话好像怎么说呢，辅助太肥的话就其实道理很简单，Dota 这个游戏资源就那么多，就是说你让有限的资源分配给五个人，通过站位啊、开悟啊之类的战胜对手，就是做有限的资源做出无限的事情来。哎呦，这一波的话没可没拿到，又有一件龙星啊什么的，本来是挺肥的，暗灭不是谁输的，队友挺肥的呀。这盘的话整体团战也没怎么输过，就上路刚刚那波二塔树小亏了一下，小亏。那波其实是我们最强的一波蓝猫带盾，因为我不在打了十几样不是特别到位，我的鸟没在嘛，鸟没在，然后对面队友也被对面一下子秒掉了，毫不留情，毫不给机会，就直接盾秒。那这波的话我就拿个梅肯，拿 BKB， 谁买 BKB 的，我是拿个梅肯。哎，野区有人，拿个梅肯，梅肯比较关键。这个 BKB 不知道谁的，可能蓝猫的嘛，蓝猫的 BKB， 对，蓝猫 BKB 就 不怎么怕那个小歪了，不然蓝猫还比较烦小歪的，毕竟是吧？这波雾先开播，然后再找机会去野区，可能就在我们野区。哎，上路这波雾，我只能说打得好，直接一波把他们打倒，打得好，直接一波打倒。这波雾。这边插过来找机会，找机会射过去，咦，人呢？哎，直接往前追飞过去，因为我们这边是属于那种滚得非常快的。我操，这波怎么没有什么事啊，兄弟啊？讲道理啊，这波团战就没我什么事，因为我是比较不灵活的嘛，大家也知道我是不灵活的，在后面转的。那只能做点自己分内的事情。哎，滚过去，滚到 nice， 一踩坐再坐再一个减速，你往哪里跑，一发 C， 可以可以可以。这波团战这波抓人的话，再加这波抓哑巴阵的话，直接上高地，直接上高地。还有的话就是最近那个我们家乡特产一款文旦已经上市了，就每年都会卖的文旦，然后也大家喜欢吃的朋友的话，可以到这个网站到时看一下的。我们玉皇文旦是比较出名的。那本期的话，第一视角就给大家带来这里，我们下期见，拜拜。这是一场辅助。